你今天是修好了吗？为什么今天跑这么快？好开心啊！你看聊天吗？我们聊天一样，先抽个玩家喽。仙羽，那你看他用什么？月眉书。哇！好猛哦！我随便都有重点呢。那你另外一只可不可以把它赖扎上去啊？你说最高级的？诶，另外一只还没练啊。我是不知道目前最高级的呢。两只先 up 上去，再练下一只。哎，我觉得这游戏真的是创新游戏耶，就学它的游戏好像蛮少的，就类似游戏好像蛮少，太猛了，最好的游戏登场轻松又夸张。继续。所以那个的问题修好了哦，好开心啊、哦！终于了，那可能更多人玩了吧？我觉得，要上一下。天见他，这个要干嘛？好，这边给你看一下。青炉丹是什么？然后，等一下，我想说，我怎么一直卡在这边？缺少心灵丹。好，哎，观众刚才有一些事情，我刚才卡在那边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，天啊，超级耐玩的。